我已经尽力了，但是我的身体却无法再承受这样的折磨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注入结界，若没有了内丹，也很快便会死的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拼尽全力来守护他。 若他醒来后问起你，我该怎么回答他？让他把我忘了，就说其实我是为了元神才接近他的。你就不怕他误解你？只要能让他不再想起我就好。我不想让他活在痛苦之中。 贫道惭愧，往日的偏见太深。师父，你放我出去！师父，你不能把云师尊的遗面留在这儿！师父，你放我出去！ 结界，真是不想活了。 师父，你不能离开！今天谁也拦不住，你让开！不行，你不能离开这里半步，整个昆仑山都有结界护着。师父，师兄，对不住啊！玉池哥哥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
可是我却等不到。